影响，跟我们执着的那种想法不一样。知道这个不同情想，哦，我们先不解说了。不妨满眼，好，这边他们呢，不妨，哎，可以满眼见色，也是看樱花，樱花节啊，跑到日本去看樱花，满眼都是樱花，满眼见色，看什么就什么。了色，但是他很清清楚楚的，这个看到的色相本质性空，没有这样的东西才有这个相嘛。啊，靠，因为真正有东西都不靠缘嘛，就这样存在，不行的，一定要靠很多的缘，对不对？一朵花少不了太阳的，没有阳光，今天有这个花吗？啊，没有土地有花吗？还有你没有眼睛，还有没有大脑，你怎么知道我看了？那缺了一个就没有相，本来无一物就现出来了。所以他说，但是他很清清楚楚的，每一个时刻都知道看到的色相形色都是他本来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原生，用原生讲呢比较大家能够理会。但是这个原生有一个毛病，听到原生的话，哦，你真认为一个缘在哪里等到啊？原生起缘的作用，那个缘是有的，又错掉了。你用想，缘是要想吗？何必想？想的是假的，想的境界，不用想，你没有不会看到红的花呢，白的花吗？现在那里啊，止水见影一样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所以开悟啊、见性啊等等，在六尘境界随时随地都有，让你这个哦，原来这样，随时随地都是道场，只是你不关心、听不懂、没有兴趣，奇怪了。真实的境界告诉你是这样，你还说这个不感兴趣，这种说法不感兴趣。这个不感兴趣的那个主人是谁？啊，坏蛋，把自己带成迷信、迷迷糊糊的那一种根本，我们叫做根本无明，说执着，谁执着？我执着，根本没有我，你认为是有我，问题来了嘛？不起这个妄想就没有事嘛？看还是看，听还是听啊？但是不执着，没有能所的关系，没有能去执着，有了能就喜欢，不喜欢来了，拿不到生气，去不掉也生气，烦恼。好了，他是清楚的了色本自性，虽然见色的时，这个时候原来与盲无异。我们看见这个啊，我们是桌子上有这个花，跟瞎子看的一样，其实没有。但惜自己的分别心，非除法也，不是让你知道说空无一物，叫不是把那个所有看到听到东西通通拿掉，你还是看到啊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没有东西啊，看到暗呢，没有声音，你怎么知道我听到没有声音呢？还是在那里听到。所以说，他说，不是把那个存在通通拿掉才知道啊，原来是空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我昨天讲了机相无相，不是去掉相才知道这个相本来没有，就是指这么一点。所以说这个公案最好。虽然见色的时候原来与盲无异，但惜自分别心，非除法也。法是本来自己，它本来就空的，无所除也。你除什么？你把桌子上的影子又擦掉，请你擦，擦了半天擦不掉，除，因为呢，它本来就是什么啊，本质空，无所除也。你除什么？做到吗？做不到。我现在说啊，各位想要不听这个啊，我是入定了，能够做到吗？不行的，除非你那死掉了，或者是，睡觉睡得很甜，我的声音又小，很多的条件让你听不见。